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庆祝仁武国小100周年校庆，学校特别和企业以及文教基金会合作，不但举办经典艺文特展，让高年级学生担任解说员，引领民众进入近代艺术名家的创作世界，也重新粉刷校园，换上亮丽色彩，希望用最欢乐的心情祝福学校100周年生日快乐。来到活动中心欣赏中国绘画近代艺术家特展，由仁武国小高年级同学担任导览解说员，将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和赵无极等四大艺术家的经典创作一次满足。这幅涛声是陈澄波的作品，虽然不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广阔的大海，以及这个头戴斗笠、手持钓竿的孤独的在海边钓鱼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为了这次的导览解说服务，小朋友从暑假就开始准备，包括作者的生平事迹和故事以及创作思维，希望让参观的大小朋友都能满载而归。是上网查询一下，就是除了我们有一个经典制作的小册子之外的资料，看有没有更深入可以让观众去了解张大千这个 画家的一种比较深入的一种画法，或者是他的个人的特点。我们从暑假就开始了，暑假就去高美馆听一些老师介绍画家的方法，然后之后把它学起来，之后找资料，然后背起来，到现在。除了静态的艺文特展庆祝百年校庆，学校也特别结合企业集团和校园志工，为学校环境重新粉刷，包括看台、溜滑梯和操场跑道、花棚围墙，全都换上了粉色马卡龙的新装，以感恩的心情庆祝学校百周年生日快乐。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各界的志工，尤其是国际捷力国际餐饮集团来帮我们彩绘，让我们的校园变成美丽的马卡龙颜色，也让我们小朋友怀着快乐欢喜的心情有一个非常璀璨亮丽的100周年校庆。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啊，又把我们的校园打扮得那么漂亮，好像上了一个女人上了一个粉妆一样，让我们觉得真的又感动又兴奋。获得全国评选为最有美感教育学校的仁武国小欢度100周年校庆，期待透过更多丰富的艺文展演和教育内涵成果，引领地方预约下一个100年。记者张世明、黄兰君高雄报道。现在的职场除了一技之长好像已经不够用了，想要利用时间为自己多充电的劳工朋友，建议您可以参加高雄市劳工大学开设的课程，每年多达400个班级，超过7000人参与劳工大学，还帮助许多学员取得证照，一圆创业美梦。因为喜欢花艺工作，报名参加劳工大学花艺设计班的陈浩文，经过努力学习，不但通过花艺 A 级检定，还开了工作室，现在已经能接案一手包办婚礼布置，获得客户好评。陈浩文感谢劳工大学的课程以及老师的指导，才能一圆他创业的美梦。然后这一路走来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像是一些插花可能需要比较多的耐心，那一些之类的也都是要克服的。那不过这也非常感谢老师一路的相持以及陪伴，这样子给了我很多他无数的经验。穿上自己设计和剪裁的洋装，亮丽展示在大家面前，吕秀琴显得骄傲又有自信。她是在参与服装设计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对服装的款式和设计有天分，更在老师的鼓励下考取服装丙级执照，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有，谢谢老师鼓励，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证照考试，也很顺利的通过，所以等于对自己的手艺也越来越有信心。是的，本身的专才已经很强了哦，结果来学习之后又拿到其他的证照，甚至他已经在其他的业界开业了，我们听到之后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很谢谢这些劳工大学的老师愿意进来这边来授课，那教导我们这些学生呢，他们的精进的课程，让他们除了自己本业之外还得到其他的认证。劳工局表示，108年度开办的劳工大学课程累积有410班，超过7000位学员参加，希望透过课程的规划学习，为劳工朋友增加职场专业技能和培养更多的兴趣，也欢迎更多劳工朋友参与学习和充电，丰富自己的斜杠人生。
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你可以想象，当你老了，身体退化会造成生活哪些不方便呢？长期关怀弱势长辈的华山基金会邀请民族国小七位学生戴上假发和老花眼镜，模拟初老的感受，并且把物资送给独居的柯阿嬷。学生们才知道，原来阿公阿嬷不是故意看错日期反应慢，进而学习体谅和关怀的重要。平常一个人独居在旧公寓四楼的柯阿嬷，看到这么多孩子来访，还送上物资卡片，小小公寓顿时温暖了起来。今天看到因安尼，感觉足温暖的哈。嗯，就是足感恩的。啊，平常拢一个人住。嘿。啊，要出门买物件要安那？用服务人员甲我买，啊，华山来甲我帮忙，啊，拢安尼尔。我无法度落去啊。那没落去吼，拢看医生尔，啊无我唔捌落去。华山基金会有感台湾社会快速老化，照顾弱势长者刻不容缓，携手民族国小，由校长带领七位五年级学生，戴上假发、老花眼镜等道具，模拟小小初老长辈，体验长者生活有多么不容易。就是我之前觉得老人就只是稍微有智慧，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比较久，但是呢，却发现。老人也有许多不便之处，像是眼睛看不清楚，有时候可能就会拿错东西。要好好把握我们现在还很年轻，长大之后会遇到很多的不方便，尤其是像刚才的那个潘阿嬷，她那个已经那个有岁数，所以很多行动也不方便了。戴上老花眼镜，模糊的视线念出给阿嬷的祝福，才知道原来阿公阿嬷平常不是故意看错日期反应慢，而是身体的退化带来种种不便。孩子也从中理解到体恤尊重长辈。我们发现很多年轻的学子其实都没有跟阿公阿嬷一起住，那其实他们对于长辈的认识是比起以前是少很多的。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从小有慈悲心，那透过这样的体验服务学习，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都能够懂得付出回馈，多多陪伴他们，跟他们相处，然后他们有不方便的也要帮助他，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是要不要觉得不耐烦。嗯，对，就是要耐心的对待，这样子才能跟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民族国小的七位学生就像天使，在圣诞节前夕带着礼物卡片送给柯阿嬷，还帮忙收拾衣服、整理床铺。尽管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相信这份同理和温暖已经深深烙印在彼此心中。记者李嘉龙、罗尚君高雄报道。为了鼓励障碍家庭带着障碍者勇敢尝试挑战心中的不可能，新路基金会结合社区爱心店家，一同规划了爱的写真集全家福拍摄活动。服务对象和家人在摄影团队的巧手之下，完成一幅幅美好的合影，让服务对象挑战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穿上帅气又漂亮的礼服走秀，新路的服务对象和家人一起挑战写真集的拍摄。从挑选礼服、梳妆打扮到实际的拍摄作业，服务对象难免会有些不安和躁动，但大家都是见招拆招，才终于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我们对一般人拍照也是要有耐心啦，只是他们要多一点，就这样。他平常的话是穿一般是比较穿 T 恤的衣服，然后难得他今天可以穿西装。然后又化妆，今天感觉又很不一样，而且显得特别的乖。他今天是走比较正式又带点休闲的装扮，然后这个是那个造型师帮他配的，那他就是让他试穿完他还蛮开心的，没有以前没有这么真，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对，所以这次有这机会是还蛮难得的。新路基金会新兴启能中心服务的都是中重度和极重度的心智障碍者，要办这次的活动，中心同仁没有因为家长的顾虑而放弃，在努力说服和安抚给予正面鼓励之下，共有20个服务对象和12组家庭完成拍摄体验。而且他们其实整个带完之后，他们自己的表情真是非常的开心，我们知道说其实他自己觉得是很漂亮，很有自信，那这个都是我们日常在生活经验中比较少有机会去看他们
们哎这么因为这样的情境发生了，就有这么自然的一个反应跟表情。许多服务对象都是第一次穿礼服，第一次拍全家福照片，能够完成这次爱的写真集活动。信路基金会除了说服障碍家庭一同参与之外，也结合了社区爱心店家共同规划，才能够让礼服梳妆和拍摄一次到位，带给我们这些新入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一个终身难忘的一个回忆，是做到一些爱的分享、爱的回馈，然后让这些大小朋友们跟家长之间，他们能够共同去拍摄一个幸福家庭圆满的照片。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化妆的过程，有一个老师说：“哎，他平时是不讲话的，但是他跟我说谢谢两个字，我好感动，真的很感动。”从原本的摇头觉得不可思议，到给予勇气和支持力量，终于开启新的可能。新路基金会既举办公开表演离岛旅游之后，又完成爱的写真集拍摄，带给新路孩子再一次美好的人生体验。记者黄俊怀、赖成邦高雄报道。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特教生虽然有身心方面的障碍，不过透过学习和启发，还是可以展现活泼快乐的一面。由高雄市教育局举办的2019高雄市特教生才艺竞赛，高中职和国中小的师生就展现创意和团队精神，完成精彩演出，获得喝彩。树德家商的学生穿着非洲土著的服装，拿着自己做的毛等道具，张牙舞爪地展现非洲舞的狂热。班级老师发现学生们都很活泼好动，就设计非洲舞让学生们尽情发挥。有，我们是拿那种就是自己做的那个枪，然后我们上面还要绑那个绳子，那个装置我们摆。老师拜托学姐他们帮我们画的，其实可以让这些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能够更好，然后他们的专注力，还有他们的团队精神，然后培养他们的一些就是听音乐啦，或是动作的肢体协调性。我们都有做一般的练习。另外，高雄特殊学校的学生穿着台客服装，大跳很有个性的台客舞，潇洒随性。男子特殊学校的学生则演唱歌曲《你是我的眼》，用点字和强记的方式把歌曲牢记，也唱出自己的心声。我们会用点字记，但也会大部分都是直接背下来。对，所以有没有背得很辛苦？还好，还好，就是给他们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能够把自己喜欢的展现在大家面前。这是第三届特教生才艺竞赛，由高雄市教育局委托树德家商主办，主题定为异动青春，越活的精彩，提供高雄市的特教生展现才艺的平台，促进多元学习，也增进学生和社会互动的机会。那我们希望呢，今天的办理能够让呢各个学校从国小、国中、高中职的这些特殊的学生能够呢展现他的长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学生都有他天赋人权的平等地位。虽然比赛有输有赢，不过能让特教生在舞台上卖力不胆怯的表演，并且给予热烈掌声，就是一种肯定，也为他们的生命增添光彩。社区好新闻，黄俊怀、赖昌邦采访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拉面进驻台湾。一家日本拉面店就为了让客人吃到最原汁原味的拉面，从食材开始就非常讲究，光是汤头就得熬上12个小时，让猪骨的鲜味释放得更彻底。为了一改拉面很咸的印象，减少盐分的添加，更为健康。费时的制作程序，一天只限量60碗。大声吃面，大口喝汤，浓郁的豚骨拉面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因为美味秘密全都藏在汤头里。开上大火一熬就是12个小时，加入大量的猪大骨还不够，日本师傅用木棍用力翻搅，除了避免锅底烧焦，让猪骨鲜味释放更加极致。
我们的那个比较特色的地方是那个糖土是熬煮差不多那个十二个小时，一直一直滚，那个一直一直熬煮的。然后我们比较最近就是健康的方面，尽量不要那个用调味料，尽量用我们的那个自然那个筒骨啊，还有洋葱啊、大蒜，还有一些那个蔬菜一直滚，十二个小时关心那个做糖土，所以弄完之后很。糖都是浓郁啊，还有不会那么咸，所以台湾人也是可以喝完我们的那个糖都。打泡机打出绵密泡沫，快煮拉面四十秒，加入高丽菜、豆芽，再撒上葱花、紫洋葱，紧接着重头戏，大火炙烧或片叉烧，酱烧香气瞬间在空气中弥漫，一碗原味天堂，一碗加了辣的地狱口味，连日本人都赞不绝口。很喜欢呢，在日本吃的一样的口味。那个这样的拉面在台在高雄吃我觉得高雄人好 lucky 呢，我想一直在高雄呢。我觉得这个面目高的拉面真的是我在高雄吃过最好吃的拉面，然后它的特点是它的汤是很浓郁，然后泡细，所以不会很咸，可以全部喝光光，对女生来说也不会是太大的负担。看起来年纪轻轻的有田先生，其实在日本已经有十几年做拉面的经验，喜欢拉面更喜欢台湾。几年前和同事在台的日本老板佐佐木相识，两人理念一拍即合，想把正宗日本拉面分享给更多人。我本来是住在那个高雄的，然后媳妇那个超爱那个台湾，常来台湾，然后跟他见面之后一起合作，来高雄开。就建的那个拉面店呢。我结果台北两年，然后搬到高雄。我觉得高雄人比较热情、温暖。从汤头、面条到调味配料，日本师傅坚持每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好。除了让客人吃到原汁原味，也减少盐分添加，照顾健康。费时费工的程序，难怪每天只能限量六十碗拉面米，可千万别错过。日本拉面，美味。记者李佳龙、罗少君高雄报道。有50多年画竹资历的书画家陈清贵闭关一年多，再推出长达200多公尺、300幅的气势磅礴的连屏画作，在受邀到台北中正纪念堂展出前举办预展。一文界人士对于陈清贵画竹的功力赞叹不已，看他的画作宛如置身竹林间，带您一块来看看。外表纤瘦，画起竹来却是入木三分。曾被北京商务印书馆誉为一代竹痴的陈清贵，拿起毛笔展现他半世纪以来的画竹功力，不仅栩栩如生，也仿佛为眼前这根翠竹增添生命力。现年76岁，画竹资历超过半世纪。爱竹的他，继去年推出100幅巨竹图之后，闭关一年多，再度超越自己，创作出300幅连屏巨作，总长210公尺，宽130公分。每幅图画竹子姿态都有巧妙不同，不仅气势万千，远看更宛如置身飘渺竹林间，展现他多年观察竹子细微生态及生命变化的过人之处。他创作100幅巨竹图。还有三首系列都是以前我们在历代的一些艺术家里面看不到的，尤其这次在中间展的300连屏，大概有210公尺，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鼓励大家到现场去看那210公尺，大概可以知道这个剧作是要花费陈老师一辈子的功力的。在台北的展览也是一个庞大的，也是伟大的，而且也是并不容易的展览，然后我也是能够在安心的、不用操心的心情下来只管画画。画竹大师推出最新创作，也引起北部艺坛关注，特别邀请他到中正纪念馆展出。临行前在家乡高雄举办预展。陈清贵一生画竹执着，如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也将竹子虚怀若谷、高雅淡泊的一面做了完美呈现。记者高雄综合报道。要如何吃出食物原本的味道？一家餐饮集团在左营新上国小举办味觉教育，让小朋友辨别酸甜苦咸鲜5种基本的味觉，并且 DIY 制作健康风味的小汉堡，体会吃有机、吃在地、吃原味的食材，又能够达到营养健康、美味和环境友善的目的。
味觉教室里行农理发线让同学们试吃他种的有机蔬菜，虽然苦苦涩涩的，但这才是他们原本的味道，也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味道。有一点点不好吃，可是才是食物的原味啊，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原味吗？可以，苦苦刺激的，算好吃，就是对。接下来我们再吃它的黄色的果肉，有没有感觉什么酸酸的，对不对？食物不只有苦味，同学们还尝试五种食材，体验酸甜苦咸鲜五种基本味觉，在一起动手做健康风味的小汉堡，把各种食材搭配起来一起吃，不用过度调味，就是一道美味佳肴。姜黄是苦的，荆棘很酸，黑糖是甜的。所以你最喜欢哪一种口味？蛤蜊，蛤蜊比较鲜、对、你觉得吃东西要怎么样？都要平均，不能太多或太少。新昌国小在校园内推动食农教育多年，而这一家餐饮集团也是第九次举办味觉教育活动，今年以安心知食家为题，鼓励小朋友多吃有机在地和原味的食材最安心，最原始的一个味道让孩子们去体验跟品尝，那进一步啊，他们再去做成一些料理，他们会知道食物最原始的味道，一直到料理之后，它的更进化的一个味道是怎么样？我们被太多的重口味的东西所影响，所以小孩子的味觉跟味蕾都受到影响。那我们已经做了9年，那确实也影响了到全国里边很多的地方开始在做味觉的教育。偏食挑食都是小朋友饮食的坏毛病，喜欢太甜太咸太油的食物，透过味觉和食农教育，鼓励小朋友多吃原味食物，才是对自己和大环境最友善的方式。味觉教育赞赞。记者张胜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您可以想象厕所就是运动场吗？小港区桂林国小打造4座运动主题风的厕所，有足球、游泳、棒球和篮球4种风格，每间厕所都别出心裁，像是洗手台贴上特制的足球瓷砖、红白救生圈，还把棒球和篮球当作基座，每间厕所都好有设计感。走进这间足球风的厕所，一颗超大的足球就在中间成了洗手台。仔细看看洗手台的瓷砖都是黑白两色的六角形，地板上还画出门框和角球的位置，墙壁上还有各种足球的姿势。我很喜欢踢足球，也有来上学校的足球培训课。天花板还有一颗大大圆圆的足球，我好喜欢。这个瓷砖也是特别去定制足球的一个球纹哈，这个纹路在上面，那使用起来呢，小朋友就感觉到非常新鲜。而这个游泳风的厕所更厉害了，红白相间的洗手台就像个大型的救生圈，墙壁还有下水的爬梯，天花板更大费周章地挂上水道线，来上厕所感觉真的像来到游泳池一样。红色跟白色是什么？救生圈。你觉得这样子游泳池的厕所感觉怎么样？很干净。很干净，那你觉得呢？很漂亮。它的壁砖跟地砖也非常考究的使用的，跟我们游泳池同样的材质哈，还有它上面的所谓的水道线，也是真正的用了水道线哈，把它给拉上去的。棒球和篮球风的厕所也是让人大为惊艳，超大的棒球和篮球就当成洗手台的基座，厕所里还有本垒板、棒球球棒以及大型篮筐，来上厕所的小朋友都忍不住要跳投一下。我最喜欢4楼的篮球，我想要长高，所以想多打篮球。圆圆大大的棒球洗手台，它的墙壁是用草皮做的，所以我觉得很干净很舒服。小朋友下课就想往操场运动场去走去运动有时候压缩到他们的读册上厕所的时间，他们来这边上厕所呢，就另外一种好像来到运动场的感觉。桂林国小的4间厕所改造之后，早已经摆脱厕所又脏又潮湿又有味道的臭名，变成干净明亮通风的运动风厕所，来上厕所就等于提醒小朋友随时要记得多运动。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
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这歌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